天住的酒店，就是说，那今天十六号，那个东西长得很像，它的后面就是卓尔山了，这是三峡地貌的典型。山上还有一个，我是可能是藏传佛教的。谁在悬崖轻倚孤舟？温热浅雪的牵挂。而我在夜晚山上还有用灯光，我们也照了月子。岁月今天还用继续发展，从以前的两条街，这是昨天住的祁连大酒店正门。然后呢，我们途中呢会经过大枫树垭口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还要过去呢，还要去穿越翻越祁连山啊，翻越祁连山。我们呢翻越过去以后，再到这个冈察县啊，到冈察县呢去参观冈察县的仙女湾景区，然后呢再从冈察呢前往青海湖啊，前往青海湖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是住在青海湖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过去以后，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，我们会穿过我们整个行程的最高点，海拔4120米。看，海拔四千一。看到吗？颜色还不一样是吧？啊，那叶水边，叶水边，看，啊，现在那个羊是红色的羊，啊，还有这个蓝色的羊、绿色的羊，啊，这是彩色羊啊。那我们的这些羊呢，就是为了做标记啊，区分呢，这是我家的啊，这张三家，那是李四家的，啊，这是为了区分的。它就是有的呢会在羊的羊背上。铺上啊，铺上这个红色啊，或者说在这个羊的不同的部位铺上不同的颜色，这里呢，它就是为了区别啊，羊这个羊是谁？点钟的方向，你看那些羊啊，在爬楼梯哦，排成一排，排队，排队爬山，排队爬山哦。收费的，没有零钱。大东树垭口，这是个什么小单位？卖东西的也不小。入口了，这里有白塔或者叫金塔，
这边比较漂亮，这边应该算北边吧。地上都是小红花。可以很好看，这一层一层的道路。一黑一白的老牛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
甘子葵，甘子河站，甘子河收费站，甘子河收费站，对吧？哎呀，还是我们师傅厉害。马上就进到另外一个收费站。高岩海滨站一，欢迎你。三条鱼，啊，三条鱼不长，很短的，就这么长一条。